所以叉烧，你也要邀大西瓜跟那个关门进来吗？叉烧不见其实我不知道怎么，我不知道怎么邀他们呢、欸，了。哦，我好没有吧。加过他们的 curse，哦，没关系，那默契非常的好，咱们就心灵相通吧。现在应该没什么回应的啦，我这可边，以加，你可以邀嗯。，You are protected by。为什么 curse 上面还会有个红色的，像是要断讯的符号？然后他居然跟我讲说，你现在被 curse 保护中，哎、欸，对，我然也后他是哎、欸，ping 写三，我的 ping 也是300，他 ping 300，但其实蛮顺的。但我他超高哎、欸。好，我来为各位示范一下法洛斯的新流派：陨落、巨陨落、陨落，然后幻影之物流，单挑极神，攻速超快，比寇格摩还要快。有了，没寇格摩那么快了，但很快，因为他被我动肯更定改比之寇后，格摩是快。自己的攻速越快，他额外攻速会越高，所以你这版本现在砍服高端的 meta 法洛斯都是这样出。就是出攻速装，没人再跟你们破甲剑射来射去了，都直接逛一波，跟个男人一样。马上为各位示对，我范。们应该会杀到人。好，走起，走起，走起！狂热拉克斯耶，你们这几只到底可以干嘛？你们这勾到烧死人吗？我们还是打得出伞呢、啊。有啊，有可以逼上，可以逼上。这最有用的要来了，拉克斯。走起，去吧，大西瓜！大西瓜那个眼有点短哎、欸，我觉得差不多要渡流蓝了，差不多啊。哇，我刚刚因为反杀出去就会遇到那人。这里可以勾他，他可以开哎、欸，勾这个白色，勾这个白色，去大西瓜，大西瓜，这个在看 FB 啊，他没看呢。再看就算喽。对，回去回去，我撤了撤了。詹加 WEI，你啥时要开台？我等很久了。张家伟要开台，应该你也有了等啊，可能会等的比我久啊。我忘记了拍谁。阿伟除了有戴帽子的时候之外，都没有开过台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、没有啦，你好靠背哦、喔。你这个怎么这样、啊？你这個超扯哎、欸！阿伟有在看台哦、喔，超超。你为什么这样对待阿伟？恭喜阿伟不会生气，我刚才遇到他，他在那玩炉石。哦。会难过的。他只是戴了一阵子的帽子，他后来没戴帽子也有开戴，好不好？不要乱讲话。OK。他不是你记得？我记得还有一次开台是在提魔帽啊。哎、欸，我漏两只兵呢、欸，天啊！完了。我攻速快到爆，怎么一直漏兵啊？来来，先上二，打一波，打一波。First blood，哦，我的射阵超快、欸，我什么招？我们一招没脚就赢，我们射阵太快了。什么太快？就是你懂的。跟同人差不多快，可是我一直漏兵呢、欸。同人不是射得快吧？他是砍得快啊，然后我们是跟同人，可我们攻速其实跟同人差不多。哎呦哎呦呦呦呦呦！大西瓜，西瓜之拳。哎，你中路要被二打二，这波究竟谁会获胜呢？此时叉烧老师一个空顶，然后这时候关门直接被对面李信暴打一顿。此时 BP 大兵来，咱们叉烧老师李信 Q 洗地好了。没直接被带走，啵啵，哇哦！干！带逆风，哇！我挡到了、欸，可是你还是爆裂啦！啊！破甲剑，一杠二，你心惨对不对？惨都快，哎呦哇！这个六，这个六，完了，我脚治愈，我应该不会死，我应该不会死。我、哦、极限锁血，哇，没锁住，没锁住哎、欸，差点就锁住了，太慢脚闪了，我、哦、刚好很极限哎、欸，他透红，刚好就不会死。他起手透红还在刚。哇，还好还好，不是打了蚊子头。
你现在往上靠吗？还是往下靠？超超。上靠了，我觉得室友应该是我们现在剩下的希望。没有你室友自己可以单杀对面，你要来帮我。我们下路极限。对，他可以单杀才好啊。有，其实我们自己就打零了，刚刚只是发生一些意外而已。我也常这样想，我刚才觉得我发生了一点意外。他在下了，全国在下，刀是空的。我控住对面下路的线了，我超方应该不会过来。哎，他现在过来，他哎下消哦，火人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哎，哦，大家自己就漏了六。上路蛮有机会的，可以帮你跟，我可以帮你跟。左边，右边，我走左边，我走左边，我走左边。他没 W 了，走。我没有一。哎、欸，哇，巴擦，好绕赛啊！没关系，在这附近，没关系。你要玩童年没有看？哦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在看？他没传，推了推我们，推我们。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刚偷偷坏事？我错了，抱歉。我很认真在捡兵哦、喔。应该会死吧？对我废了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只是想要帅气的踢死他。你刚想要帅气转身？你要塔杀他吗？你有闪吗？不行，打野在哪里啊？没看到打野。不好，这是李星的。所以不好，不要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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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掉了。李欣上，有狙勾吗？哦有，有戏，这勾的不错。我这箭都这么浮夸哎。Nice。他怎么可能就这样骑我红？这太变态了。你打算怎么了？我伤害真的高到爆表哎。PRS 0312十一个月，感谢订阅。我觉得要退了，感觉有危险。欧里已经在上，好。西瓜，西瓜来蹲，来来来，西瓜，西瓜来，西龟。他在这里。西龟，西龟，西龟，西龟来，西龟来，哇，有眼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压。我六了，等等，马上跟西瓜来个完美搭配，我打谁就杀谁。李欣这个时间有可能会靠下、欸，他是起红的，好犹豫要不要打，没有在那边挂网。他现在才往下，他现在才往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没有，我已经瞄准好了。上路这个，没有，我在看，我要看机械抓到他的位置，然后给予一个帅气的大局。有了，没错。对面一定觉得我们不在。李欣在上，李欣在上。好好好。哦，我来干个下路了。没有，叫这个死定了。我已经，我锁定你了。所以他怎么都会死。我锁定你了。带走。要大夫吗？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大夫。哇！你被发现，你被发现，拿他，拿他，拿他。对，还在上，还在上，还在看，还在上。就抓 H。哎，他是没吃红啊？他没吃红哎、欸，那我可以再收个红，好爽。对啊，他继续在上挂网，随便你吃。我们推有点慢了。可能他跟菲欧拉有超友谊关系。真的假的？好基友就对了。哎，我们下塔拿掉了，我回去直接伸出陨落来暴打对面肖战的小汉币。哇，有钱了！这边有超友谊啊。
看到我了。好，我们来几中吧，往下继续推。陨落出来，单挑可以打了。他红书超慢的。室友要换吗？还是你要去？你要去跟他打吗？我要跟他。好，你跟他顶尖对决，那我跟大西瓜继续屠杀对面的下路。头上的箭头，这个设定是命运弹帮我设定。这个就是你按空白键找自己的时候，它就会显示自己的位置。哪里设定的、啊？应该这个通知讯息里面的将英雄聚焦于视角中心点，应该是这个啦。我不太确定。改版之后它就会亮吗？没有，那个要设定，要设定才会亮。那个要设定才会亮，本来不会亮的。哎，蹲队，蹲队，蹲队！我跟西瓜来个蹲点，火人还没溜，就播100%赢。哇，好，西瓜，西瓜，勾起来，西瓜！哦，西瓜，漂亮，西瓜，没有命中。暴毙！我干，我开始快了，我开始快了。我进他十下，不想要就算。我只要杀到英雄，我的攻速就会跟起飞一样。哇，我这攻速好像没有很快。哦，好快，好快，有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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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攻速。哇，怎么有李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怎么被助爆了、啊？那两个人真的是超友谊关系。他下路是空的、啊，你看就说这两个人就是超友谊关系。不是、哦，他下路就是空的哦，你被送头还好意思讲？超友谊关系，没有，我要跟他下路就对决。哎、欸，可以带不下哦。干嘛、啊？我操！他踩着眼过去的同学，我是三小。没有没有，我这是个bait。哇，关门！哇，这个 damage。他没死，三小啊！完美送头。他没死哎、欸，好扯哦！竟然没有死。哎、欸，我刚没有看到他哎、欸，我刚太专心在跟对面对线。我跟你说他下来了，我听着他过来的。没有，我刚刚选择性遗忘。所以我没有听进去你说的话，对不起。我没死啊，他说他空招、喔，我觉得他会直接死、欸。他一好像没中，他空一，他空一。阿里脚闪。我跟你说我要 all in 他，他一定死。嗯，火人脚闪之外，我只看到火人，哎呦，阿里也脚闪了，火人跟阿里脚闪。我看你路还没吸出来。我觉得之前酒桶也蛮好玩的，现在酒桶已经不是人在玩了。现在酒桶无聊死了，我觉得那个大绝改那个大绝真的是世界上最低能的改法。哎、欸，顶尖对决，哎、欸，李欣来，李欣来，哎、欸，李欣来下，你来下，室友撑住。在绕，我在绕，我在。我被发现了，我被发现。打不赢往上走，可以吗？哇哦，点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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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室友你直接毁吧，你去下路，拜拜。我要点上。妈的，你个霸凌。上路就是乖乖听，打自己下路打我打不赢，白痴！你看那个下路已经被我干到，他不知道怎么打了。不要这么容易就被击了。不行，我最怕人家抢。我以为你们刚刚讲的那个是什么？是 Rings 跟小蛇讲的台词还是？哦，谁会这样讲？我刚刚想什么样？没有，上路版又该被霸凌。射爆你！哎、欸，他怎么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会错？哎、欸，我背了他哦。哎、欸，你会钻出来吗，曹操？哎、欸，你们要 cover 我啊！哎、欸，他们干起来了。没船哦，你们输赢我不负责。哎、欸，我救你，不要怕，精美的大绝。大绝啊！大绝，大绝，大绝空了。你们同学，你是不是骗我啊？没有，我帮你补血，拿起来，拿起来。没有，刚刚菲欧拉忽然走了一个非常……大绝是什么？他走，哇哟，哇，哇。干嘛、啊、你？我喷死有没有？有有有，你这个尾不错。走走走走走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精美的哦！你应该把双 buff 给我啊！恭喜我秀了他，然后我还要给你。白痴，我拿双 buff 就比你强哦。你看我是谁、欸？我是无情的法罗哎、欸！我只能说我这样是好是恶心，怎么可能跟你投的？真的想太多了，队友自己游戏要靠自己可以啊！你竟然会说这种话，你变了叉叉，
他刚刚讲话有求 Z 的那个声调。他们两个就基友。Kevin LYOU 一二三，十个月，感谢订阅。哎，你下路还行吗，室友？是我刚刚聊天不是从今天，才刚单杀完他。那你去上路吧，拜拜。我又要去上路，因为你 TP 要好了，我们直接挤下。因为我觉得菲欧拉我打不赢，其实我可以屌虐他。我要去哪？是。没有，我给你跟他顶尖对决的机会哦。他刚刚你不是说要换线，又要顶尖对决？你知道吗？我在单一。真的怪怪的哦！你机会表现，你那边对呀、啊，真是的呢。风在谁手上吗？就是位置啊，不行。你就是最强的教练、啊。不喜欢也没有用，麦克风还是要。对对对对，有时候容不得你说不啊。让我抱怨一下嘛。哎呦，哎，西瓜西瓜，咱们回下路。西瓜，咱们回下路。本天狼的新教练组是不是有心结？完了。出现了一些大的问题。真的。心结，打都打到一半，直接怒喷。真的你要我去下吗？啊你啊！你为什么要让我来下路？你刚上路打不赢，你现在又叫我去上路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你打不赢又怎样啊？你再叫我再上不一定啊！干你是柏芝哦！干你，你声音真的有点像柏芝哎。对。哦对，因为我认识的里面最 emo 的就是你柏芝啊。你是不是吃了太多他的口水？哎、欸，我攻速好快啊！我连技能都不用按，超恶的瓜小。我觉得脖子，我抱歉，我收回我刚说的话。我觉得有点不舒服了。我是觉得是他。哦，是他吃你的口水哦。哦，你这个意思哦，他没吃我口水。哇，算了，随便了。哇，你一个越描越黑。啊，已经没大了。好。怎么可能啊？这也太瞧不起人了吧！哎，哦，有戏哦！哎，他没大，他没大。然后他，但是他塔下，你直接钻出来。我的那个大绝绝对不会让你死我。我很心虚，我就给他死了。来哦，够哦！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阿闪？没有，菲欧拉不能干嘛哦？他来没用哦。我拼了九个哦，没有出了就上路的错啊，抠了然后不自己来，负责而已，能怎样？他能怎样？我都不知道。清楚了，说不定你们可以让他怎样。好了，不会啊。可以点掉、哦。他会不会直接过来啊？你应该可以顶下他吧？哦，大西瓜，护甲剑。好好 ，OK， 可以，可以，我们退，我们退。哎、欸，这个人真的是不把我们当人看哎、欸！打西瓜，冲啊，西瓜！他感觉会送塔、欸，他在往前走嘞、欸。没有没有，他送不了塔。加前面，加前面，那把断他那个球果。来来，他死定，他死定。带走。你想干嘛？这有个理性哎、欸。欸、来来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哦，他救你哎！来来，我有治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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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会踢上来啊？他不会。哎、欸，有室友 TP 了。室友夹起来。嘘，对面没，对面又听不到。你嘘个屁啊！大小啊！嘘个屁啊！不是欺负个没有大绝的。哇哦！嘘，低调，不要这么高调。真的好强哦！低调的做事，妈的！你现在旁边有个在开来后勤，跟我后勤要低调。你是谁教你的？后辈，你低调，你跟我杀阵，你跟我说你低调啊？哎、欸，哦，你跟我杀两个，你跟我说低调。然后哇，好溜哇，三个了啊，死去。低调，你是怕这角色被背？那角色就那角色就做坏了，不能开出来。大家不要注意上路这个位置，请多多注意那个雷克萨跟法洛斯。雷克萨、法洛斯就这场最猛的。现在是玩很轻松的角色，玩起很快乐。我好快哦！天哪，我觉得我要死了。我这个狼，我刚有一只给狼。我挡超久，他又不拿，你知道吗？我这边挡了超久，啊、不要，我都被蓝打死了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要出大事啊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没人要杀我。这个谁？
这个帅轩可可十二个月一年了，感谢订阅。呵呵，白痴，你抓得到我？小年轻，你怎么可能抓到我？我逃得这么快，哼！吓死我了！哎，我先回我眉毛，哎、欸，你先回一打四哦。你打算什么了？核心钻出来了，核心钻出来了。这个谁？魔力红，感谢订阅，谢谢你，力红。哦，这个顶尖对决欺负一个没魔的菲欧拉，哎、欸，你给人家点面子好不好？他的砍掉你两百滴的血，你累，早点解决，没问题。现在看不到人。哇，顶尖对决直接盖住，哇塞！你被踢出去了，室友。不要怕，室友。我帮你收他。哎、欸，我收不到了。我被肯德基屌送。哎呀，完了，我要死了！我这个高超走位，闪过所有的指向技。哎、欸，我闪过所有指向技了，还是死。高超。对啊，我尽力了。你这就是看外挂，然后还是被杀掉的感觉。没办法。哦，闪掉全部了。我觉得我刚才超我的走位跟飞客有87%，竟然还是死了。已经没闪了。照你刚刚讲话，我靠呗。喂呦喂，好勇敢哦，真不会超到老师。我进去听到三个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我本来没听到。一听到就出事。我刚刚一进去，室友，我们要不要做坏事？你觉得有戏吗？不要。哦，你不够硬头。我可以想去反蓝。我去反蓝吧。哎，不行呢，我觉得我单独作战能力太弱了，我需要前排有坦克。我在反野。终于发现你是反谁的野？这场游戏把大家组合起来才有用。在反我们中路的野吗？我在反野，我在反野。我反到蓝了。反的不错哦。Nice。等等，你就看到关门离开的游戏。哎、欸，我还有四秒才有端，才有端。这人要干嘛啦？太天真了吧！我死了。中路是怎么回事？他被秒杀、欸。肯德基天真，他有多天真？没有，我刚刚室友多天真。肯德基太强。哎、欸，你以前 ID 是叫室友多天真吗？对啊。好棒的 ID 哦！完了，我现在444哎，我又不是玩金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战绩啊？心中想，因为你心中想跟上金一样。水龙啊，怎么？你不会真的跟上金一样吧？干，你回不出话，傻小。我选择，我操，没有啦，我没有色四字哦。没有，我刚才想上金是谁？你刚刚讲不出话吗？白痴，我刚才想上金是谁哦？哎呀，我想了一下，你就直接讲，你就直接讲英文名字哦，不要讲他本名哦。我好，我相信你，你一定是无辜的。真的，我是无辜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发现我这场都没有队友哎、欸，碰不到人啊！我也碰不到人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都碰不到人。你这个人就一个人在打五个、喔，就打四个跑出来。这王恩居还要玩这种做坏的 OP 角？对啊，这个人真的是乱七八糟。哦哟，被秀了，被秀了！哇，此时 CYO 开启了他的哦，我们这电话礼物返91耶！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你要挑战吗？好，可以可以，我信你，我信你。没有，我有治愈，我有治愈。哦，有戏有戏，我吃超快，我吃超快。对，我这个趴树伤害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超超。回血！哎，我的那个触发三下可以打600滴耶！哇塞，好猛哦，我这角色。哎，我这角色真的是超级强哎！来来来来。你居然不夸奖那个雷克萨91防还是砍住了？对，91防扛得住也蛮神奇的。为什么扛不住啊？哎，这里哦，哎，插刀直接挖上，秒他！哎，这个人干嘛？想死啊！想死啊！你感觉不用闪地？哎，这个人真的是不玩我们
正在小看我。来来来，再见了。我死了。干你有老家吗？没有，就救不了你哦。没有啊，你怎么样？完了完了，我们要跑了跑了。关门，快走，关门。关门，快逃！我以为你们要直接给他死。没啊，那边就没小兵哦，我们就进不去哦。好吧，我还是好好买我的物防装好了，买个这个最有用的那件，这件甲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他溜走了。你那个 Q 看起来很丢脸哎。没有，我的 Q 就是用来触发打不用的哦。哎，真的蛮丢脸的。我刚射他208滴。哎，你是不是都在看动哥的台？你鼻涕整场哎。他放鬼抓我哎！下路有人哎。我们就这么，你就这么不信任我们吗？你竟然鼻涕整场。啊。就是我就是少了这个最燥的人来 cover 我。对，我们需要最燥的人。没有用的，法罗斯一起走吗？你在靠北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法罗来了，法最燥的法罗来了。来来来，我们来跟鼻涕大师卡密尔一起点这个下塔。我就在鼻涕，你们来跟。哎哎，别啊！不要，我们一来你就抛弃我们哦、喔。你这鼻涕到底？哎、欸，对面 TP 来了，哎、欸，别在鼻涕了，来打架。来打架，别再比地啦！马塔塔七等，感谢订阅。哎，你比地，我们蹲点。觉得，我觉得要蹲这里啦。人家推到这里，然后我们再送一波，然后他又推到那里，我们再送一波。我神奇塔，漂亮，这个 combo。差不多开始动啊，屌烫，烧烧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射起来！哇、哦哦，好痛哦！太天真了。他那个好，那个好 S 哎、欸，好痛哦！大大的，那李信蛮溜的。把瓦他踹在你脸上，你掉了六十八血。对啊，这肯德基好猛。不用改了，看起来很强。哎、欸，比地大师，大师。老师，你为什么对着，你为什么要对着墓碑在那边抖啊？你为什么要对着？我在永春路，你怎么那么中二啊？哎，还有机会打一波。哎，对面说 no 了，我们在那边与他们一战吧，漂亮。哎，他这样都进来了，出来。我挡着，请输出红莲。有有，我在输出，我在输出。让我看到你的威力吧。有，我的威力极盛。哇，你威力极沸啊！没有，这李信真的六哎、欸。哇！现在才发现。吸牛。哇哇！这李信十一杀，你知道吗？肯德基太强了吧！他十一杀。刚刚咒语还没永唱完，你要永唱多久啦？你是要永唱哪一招啦？你又没说你要施什么法，要帮你撑几秒，你也没有讲啊。我应该讲要帮我撑几秒。你不讲要帮你撑几秒，我们怎么打、啊？对啊，你要给我们个时间啊！同人都可以给他队友十秒了。报秒数，我等下报秒数。对对对，报数就对了。你不报数，我们怎么帮你撑呢、啊？哇、哦！干我这个快，我这速度。他没吓到啊！中路看起来没拿什么等级哎。对啊，他好像都被我们霸凌，今天都被我们吸走了。嗯，靠不错。假剑，我的伤害真可笑。哎、欸，比利大师，你上路三个人。
比利大师被已经踹了一脚，按了个大绝。哇，1-5啊，比利大师！哇，尼哥帮我们争取时间呢、欸，然后帮我们争取时间呢、欸。哎，我觉得没有比利大师，我们不用争取时间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干到点。我一走，我不就直接灌进去了吗？没有，不行啊，比利大师要有他的坚持。那我现在要讲我的坚持。我们这波如果没拿掉兵营，我就挂完一整场。我们上吧，来，没有问题。等一下，哎，我这个大绝精美。大家都有大家的坚持啊。对，大家都有大家的坚持，没关系，砍。没关系，咬他。哎、欸，你太膨胀了！咬过了，哦，这个不错。哪里膨胀啊？哇！膨胀靠背。哦，拿掉兵营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有这个可以拿、欸。不用挂完了，好吧。太棒！哎、欸，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拿这个。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激励的。对吧？没有，我的伤害比他还高，比对面任何人都还要高。没有，对面。任何人都高，我现在在看啊。法洛斯真的。没关系，我让大家看看我法洛斯的 damage。哎、啊，他们不敢跟我对决啊。我觉得李靖被你杀了。哎，反正李靖不想跟你杀、啊。哦，他们。他的欢乐颂不愿意低调，这个表演也太烂尾了吧？这个结尾好。